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的一生当中有这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成立好？其实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在台湾做股票，真的你要非常的客观，你不要太主观。如果你真的很主观，你在台湾股市你真的是没办法生存。哥，你记不记得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，当初在3月份很多 AI 的股票全部都拉回修正，当初现场其实很多的投顾甚至很多的座谈会的一些学者已经在讲 AI 已经涨过头了，会拉回修正。我当初我陈立豪在电视上特别印了一张这个来跟你讲，我说未来5年到10年一样都是 AI， 你甚至在选择股票的时候一样选择 AI。 很多人不相信，各位不相信是无所谓啦，因为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不见得会相信，当结果论出来之后你就会相信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就像我为什么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你讲华城跟神盾，你有要相信吗？我讲多久了？我跟你讲华城跟神盾讲了多久了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各位你看神盾，来你看这档股票，我送给你1月12号就送给你了，各位我把它缩小给你看，各位1月12号当初就送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从这边开始做的呢，这个地方送给你，各位看到今天有没有看到来到哪里？248，各位看到没有？照样 差一点又攻涨停，你愿意相信吗？另外你看华城，各位这档股票今天一样也大涨，来到420块。各位我当初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，我们一路做呢，我们一路做呢，在这个地方又创了短期的新高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讲华城，我跟你讲神盾，各位说实在的，今天如果跟你讲我们赚了多少钱，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意义，除非你手上真的有。所以你看我的侧标华城神盾我说了很久了，你有相信吗？你有要相信吗？各位当初我跟你讲 ChatGPT 有没有？各位你记不记得我说聊天机器人的 AI 人工智慧3月1号就跟你讲，当初在3月1号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初很多的 AI 的股票完全做拉回，我为了要告诉你们这些股票拉回都是买，拉回都是买，你要做不管做中长线都一样，而且我们还来回做价差，那个来回做价差真的赚翻了，对不对？那各位你看这些股票我列印给你看，各位你注意看，你记不记得我当初在1月22号各位2024年1月22号各位我列了什么股票，我说的股票你一定要相信，有没有？我说的股票你一定要相信。各位你看那个四星，我们来讲四星，各位创了历史的新高，你注意看哦，你看在昨天创了历史新高3920块，有没有？好，各位来你再看看微盈，来6669的微盈，各位看，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也是一样，今天创了短期的新高2250块，各位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那各位你再看看技嘉，你再看看2376的技嘉，来各位你看这档股票是不是一样也涨上来了？那各位你看看双红3324的双红，有没有3324的双红？你看各位你看到没有，全部都上来了，也创了短期的新高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这些股票我都跟你讲过了，还有华城，还有神盾，另外台积电就不用讲了，还有一个你看当初我不是打给你看台光电，你看2383也是一样，各位有没有？你们也创了短期的 新高。那各位你再看力旺，力旺当初我们也有讲力旺3529，你看这些股票各位也是一样，都在相对的高点。那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们，这些股票我说过我们整年度做股票大概做15档而已，股票要多吗？股票根本不要多，股票你如果一多你没有办法掌握到它的筹码，听得懂吗？你没有办法掌握它的筹码。当你股票不多的时候，你可以一只一只去体验它，甚至去精算它的筹码，各位你不就 OK 了吗？所以各位真的我讲了这么久你有要相信吗？所以各位我常常在电视上就在讲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各位你愿意相信吗？各位你看来在昨天1月29号我跟你讲什么，我说神盾，各位昨天神盾涨停哦，到了今天差 0.5 毛再涨停，哎，各位就已经两只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华城昨天15块半，今天再加上去，各位今天再加上去加20几块，各位华城今天多少钱？总共39块了呢，各位39块了呢，你知道吗？
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讲最后一次买的哦，最后一次买的哦，最后一次买神盾，各位已经两哎，今天差 0.5 嘛，又是涨停板，两次涨停板呢。啊，华城昨天买赚了15块半，对不对？哎，各位今天飙上去又赚了39块。啊，我昨天讲什么？我昨天1月29号我说再买回四星，你有相信吗？各位，昨天四星是不是很弱？昨天四星是不是很弱？你看，各位，昨天四星是不是很弱？昨天四星是不是很弱？收最弱嘛，3800。那各位，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？我昨天跟你讲，我3800附近我又买回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今天马上飙到3895块，我又赚了八九十块。各位，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我完全打在侧标上给你看的，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一点都不一样。而且各位，我从来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，我也不吹牛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很多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利好而已，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各位，你看我们来验证，来，各位，我其实说实在话，当初12月28号我们就开始在讲神盾，我的侧标上讲神盾，你看神盾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已经在提醒你了，对不对？结果1月9号又在讲神盾，对不对？好，1月15号一样的讲神盾跟华城啊，各位你看，1月17号又在跟你讲，12月28，1月4号，1月8号，1月9号，1月10号，我说买神盾，你有相信吗？各位，你有相信吗？好，各位，到了1月24号，你看1月24号，我还是跟你讲，灵活的操作才是王道。看完节目马上来电，一样跟你讲华城跟神盾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各位，1月22号也是跟你讲，一样买回华城跟神盾，你有要相信吗？所以各位，你看当初被我点到的股票，当初被我点到1月22号点到的股票，四星各位创历史新高，维盈创历史新高，技嘉创短期新高，双红创短期新高，华城神盾更不用讲，这些股票你有吗？当初1月22号就跟你讲了，我讲了这么久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如此而已耶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看今天的大盘跌85点，今天大盘是跌85点哦，但是各位，为什么我陈立豪讲的股票会创历史新高？为什么我跟你讲的股票全面大涨？不相信你再看，我再一只一只拿给你看。各位，四星创历史新高，你看，各位，四星创历史新高哦，你注意看哦。各位，这档股票在，你看在昨天不是创历史新高吗？你看有没有3920？那你看看，各位再看维盈，你再看看维盈来6669，各位有没有？今天也创立短期的历史新高，对吧？2250块。那各位，你再看看技嘉，你再看看技嘉，来2376，来，各位，你看这创短期的新高310块。那各位，你再看看双红，我有造假欺骗吗？我不会啊，而且我都打在侧标上。各位，你看3324，各位你看又创短期的新高，有没有？那各位更不用讲华城，华城也创历史新高，你看华城1519，来，各位你看。1519是不是创新高？420，你再看看神盾，来，各位看神盾6462，来，各位，你看一路涨一路飙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这些我都是打在侧标上给你看的。那我今天如果跟你讲这些股票，真的，你如果真的照买，你赚了多少钱？赚了多少钱？各位，你如果真的都没有买，你作何感想？你作何感想？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陈立豪？股票要多吗？我讲了这么久，讲了好几年了，而且各位这两三年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做15档股票，我没有超过。各位，有一只股票，我很少做100块以下的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让你看1月17号，我告诉会员去买一档股票，很特别，很特别哦。各位看，1月17号。我告诉会员去买5210的宝硕，我从来没有做过100块以下的，很少哦。那一天宝硕，哎，我告诉大家最好能够拉回48块附近。今天果然拉到48.8了，而且各位，我叫人家去布局，赶快做布局。哥，你看啊，5210布局，1月17号就买到了。你看，来，你看5210，你看今天各位涨停板，你看我49块多买哦，各位。到今天飙到57.3块涨停板，你看，我从来没有在做100块以下的，我就跟你说过，像这些股票，各位，我被我盯到的股票，一定它有一个目标价，因为我都会设定一个很特别的目标价，那各位那个目标价都会到，所以你跟着陈立豪，真的，
各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真的，其实三角形金字塔70%是辛苦人，听了吗？20%是一般人。你要成为有钱人，各位不难，听了吗？我当初2020年、2021年就讲过，2023年也跟你讲，2024年一开始我也跟你讲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们要一起成为有钱人呢。各位，做股票其实它不是很难，难在你的观念，你有没有办法去沟通，有没有办法去吸收别人所讲的话？那当然并不是每个人所讲的话你都要相信，但是陈立豪我也跟你说过，我们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，我们实实在在就够了。所以各位，真的你可以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，让我们一起买车又买房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各位绝对不是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你看哦，大盘涨到这样，很多的股票都大涨，但是你看成交量，你看成交量，你看昨天成交量才多少，2262亿，今天成交量也没有突破3000亿哦，2800多亿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很多的投资人根本不敢买股票嘛。那各位，你不敢买股票，你怎么在股市里面赚到钱？所以各位，我送给你们，你要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我跟你说过，做股票一定要有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。如果你没有这些能力，各位，你没有办法做股票。你讲的再准、再好、再精确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行动力，你没有行动力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我这里讲的股票，1月22号，很多人打电话进来说：“老师，你的名牌是什么？”老师，你的名牌是什么？所以各位，我就把它打出来给你看。1月22号，我跟你讲，四星、维盈、技嘉、双虹、华晨、神盾、智源这些股票你有吗？结果四星创历史新高，维盈创历史新高，技嘉创新高，双虹创新高，华晨创新高，神盾创新高，天天在创新高。我当初不是也跟你讲，买回华晨跟神盾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陈立豪而已，白纸黑字都打在车标上。你如果还不相信，我也帮不了你，真的，我真的也帮不了你。白纸黑字打在车标上，各位，我们再来看四星 KY， 四星 KY 全市场都知道，现在连投信法人、外资法人都知道陈立豪做四星 KY 一流的。各位，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，我买回四星？昨天我没跟你讲买四星，昨天四星很弱哦。哎，我们赚大钱哦，出场哦。放空都赚钱哦，放空之后又买回，昨天很弱啊，你看，哎，各位，昨天四星超弱的，有没有？超弱，你看很弱啊。啊，各位，今天最高多少？3895，各位，我等一下让你看来。我昨天说1月29号再买回四星，有没有？啊，各位，你敢买吗？你可以跟我们一样敢买3800附近吗？你敢吗？各位，到了今天早上，你看我怎么做？各位，我。昨天买到今天出，今天盘中再买又再出，我做两次，一次赚80，一次赚60，两次就140。我现在各位累积到现在，我的四星 KY 的总 total 的价差已经到了32000多块，31275了，31275块的价差了。各位你看，今天1月30号，今天我一大早9点05分哦，各位注意看9点05分哦。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，昨天3800附近买的，现在3870附近的，短线要想走的人可以自行决定。9点05分，好，各位你看四星 KY， 来一次3880，好，来两次到接近3895，各位看到没有？我几点讲？我9点05分就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你看，让你出掉之后，是不是出掉赚了8-10块？跟马上打回到哪里？打回到平盘，甚至打回到3790，我又再叫买。你看，你不相信，这张股票昨天买到今天赚了80块。好，你买10张就好，赚80万，100张，各位赚800万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已经累积31275块。好，各位你再看看来，同样的，我出掉之后，各位今天出掉之后打回到哪里？打回到3790，打回到3790哦。好，各位来，你看我买什么？1月30号，注意看哦，11点57分，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早上出的漂亮，平均出在3870到3890，现在又拉回3800附近了。如果会员想要买的人，可以少量即可。各位看到没？又买回了，你看，又买回了，买回之后各位又涨了，涨了多少？涨了60块。
我光做这一档股票就赚翻了，赚到爆了，更不用讲什么神盾跟那个华城了，听得懂吗？你看，你敢买吗？各位注意看啊，11:57讲的，11:57讲3800附近，各位12:32来了，来到最低3790块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买了之后马上拉上去，买了之后马上拉上去，拉到上哪里？3865。陈立豪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台湾做股票其实没有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心理学，如此而已。各位，心理学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第一次赚了80块，你看哦，我昨天买到之后，到了今天早上马上带出赚80块，结果再买再赚60块，两次就赚了140块，累积31335块的价差。各位听得懂吗？跟我念八个字，叫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十张就好，60万。各位，全市场最会赚钱的老师是谁？陈立豪。全市场做中高价位的股票做最厉害的是谁？陈立豪。我跟你说过，我都是做这些股票，而且各位，我都打在侧标上。我为了帮助你们，各位，1月22号，我当初打了这些股票。我说的股票你一定要相信，我怕你们搞不清楚状况，我怕你们搞不清楚状况，在电视上1月22号的电视上还特别打给你看，四星、维盈、技嘉、双红、华城、神盾、智源这些股票你有吗？结果这些股票全部创短线的历史新高，而且很多股票还创历史新高。股票要多吗？股票不要多啊。你这样终于了解我陈立豪了，对不对？你了解我陈立豪做股票的方式，对不对？股票不要多了。各位，你如果在讲说，老师，那现在股票涨到这么高了，很可怕。各位，涨得这么高，你如果看不高，看不习惯它，很不爽，你可以放空嘛，你可以放空啊。各位，我今天做了一只股票，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神盾很厉害，大涨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做了一个短线的当冲。做了一线放空，赚了还赚了5-6块，哎，你听得懂吗？我还可以在4个半小时里面，这么强的股票还可以去放空，还可以赚钱，对不对？更不用讲，我跟你讲，众多格局一样看好。我当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台湾股市很奇怪呢，就算涨到18500点，你的股票还不见得会涨，哎，听得懂吗？你看我所跟你所讲的股票，这些股票，各位，股票真的要多吗？不要多啊。我跟你讲的股票全部大涨，而且都创历史新高或者创短期的新高，全部在创新高，对不对？我需要像其他老师盖东盖西吗？不用啊，我直接打在侧标给你看。所以各位，你看1月22号就跟你讲，四星、维盈、技嘉、双红、华城、神盾，你这些股票你有吗？每个人每天都在找名牌，每天找名牌，没老师啊，什么名牌拿名牌？各位，股票我跟你说过了，每只股票都有名字。每只股票都是名牌，只是你买在什么时间点而已。你如果买的第一天不涨，还可以接受；买的第二天又不涨，就赌了呢。买的第三天已经很火大了，买的第四天又不涨，啊，嘶牙裂嘴；买的第五天再不涨，丢出去，不好意思哦，你一丢出来，搞不好被我们接到了。那这档股票对你来讲是垃圾。对我们接到人开始狂飙，那个叫做超级大财神，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盘中4个半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些股票，你如果能够掌握到来回去做价差，你不就赚翻了吗？为什么我台中第七期从化区那个的客户可以从赔3亿到倒赚？各位，现在将快到8亿了，可以倒赚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做一档股票，叫四星 KY 啊。他如果再做其他的股票，搞不好赚更多啊。各位，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没有啊，我从头到尾都验证给你看啊，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陈立豪而已啊，还是你相信那会造假、作弊、欺骗、吹牛，而且整天在回后栏的老师？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各位恭喜你，你在股市里面你还是赚不到钱。那我跟你所讲的是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最重要成立好是有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的老师。我讲得到，我一定做得到，所以我都打在侧标上，不是吗？所以各位，我打在侧标上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从头到尾都打在侧标上，你有相信吗？所以各位，对不对？不要讲太多，就讲这些1月22号到这些，你看这些股票当初1月22号都有低点让你买，对不对？因为一直飙上来之后，老师啊，名牌是什么？老师名牌是什么？名牌就是这些啊。你可以买得到真的起涨点吗？你可以来回去做价差，你可以掌握得到吗？我可以啊，你不行啊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吧，秀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各位真的不要管加权股价指数，也不要管台湾的股票到底这个地方是高点还是低点，都不要管，你只要相信利好，你只要告诉你自己你想赚大钱，你只要有正能量，其他的困难度交给我就好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灵活的老师，我会做多，我会卖股票，我也会去放空，我也会回补股票，我都很厉害，短线做当冲我更屌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很多的股票的搭配你要懂得去来龙去脉，像我很少做一些低档的股票，我做的唯一一档就是宝硕，对不对？结果49块附近买，哎，涨到现在，各位今天也是涨停板57块3毛了，不是吗？啊，这档股票买到之后，很多的会员说，老师怎么都不会涨，怎么都不会涨，老师啊，这个股票哇靠，这你都没有做过100块以下的，怎么会做这支？结果今天飙上来之后，很多人说，老师可以追吗？莫名其妙，真的。所以涨上来我就干脆人家出一出算了，不要再玩这个股票了，我们要玩赚大一点，赚价差大的。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发西游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休息之后再回来。金融限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如果所有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现在看利好的电视节目，我真的伸出双手欢迎你们来跟着我们一起打江山。其实全市场里面唯一一个老师用手机跟你从头到尾去做验证的，大概只有陈利好。唯一一个老师会把股票的买卖打在侧标上的，大概也有陈利好。所以各位，很多的事情只是没有办法跟你讲得太明白，你自己想一想就好。为什么我们买的股票会被法人所认定？为什么我们讲的股票报章媒体杂志都会出？
各位你自己去想一想好不好，那讲不用讲太多，讲太多也没意思啊。各位，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一定要有，你没有行动力，就算你讲的再准都没有用。所以各位，1月22号当初就跟你讲这些股票，我说你有吗？有没有？你不是要名牌吗？你看到现在这些股票全部狂涨，那各位，这些股票涨过了，难道你要去追吗？难道你要去追吗？当然不可能叫你们去随便追嘛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你要不要赚大钱？如果要，跟着利好，我非常灵活，我可以去做多，我也可以去放空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跟着利好，安心吧，信用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的一通电话其实可以帮自己，不是帮我，是帮自己哦，好不好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